大家好，我是曹志明，福裕匠心，创新汇聚。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制的一款静音高速轻量型的双轴型模组，本体宽度是45和50两款，那速度是0到3500毫米每秒，行程是0到3500毫米，负载0到15公斤。好，整个双轴芯呢是免润滑，以及它的整个同步带轮和同步带轮可调节，所以后期便于它维护和保养。